大家好，我是严爵，欢迎收看《银河主打星》。今天要跟大家讲我最喜欢自己的什么呢？我仔细的想过，我觉得我最喜欢自己的制作专辑功力。对，因为每一年我都会推出一张新专辑，然后制作出来的音乐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。当然要自己喜欢才会想要跟你们分享，所以对，我很怕这个问题啊。那讲外表的话，那我喜欢我的新发型 ，OK， 对，这个每年一年比一年短，对，明年再来就是平头了。